虽然经历多届大选，不过仍有一些乌龙及有趣的事件发生哦。候选人穿国阵标志衣服提名受阻后，一边套上衬衫，一边再度走入提名中心。马铃薯叔叔提名前去拜拜，希望一切顺利，成功当选。双膝毛诺独立候选人小穿靴子参选，吸人眼球。支持者身穿西蒙装助选，让激烈选战添上嘉年华味。候选人穿上马来战士服，前往提名中心参选。支持者化身变形金刚，为候选人造势。旺姐步行前往提名中心途中，突然折返去取大马卡。林吉祥未能进入提名中心，在外等候。林慧英知道后眼眶泛红。